喂，小丽啊，生日礼物都准备好了，明天就给你过啊。哎呀，现场在唱歌啊，我知道，但是唱歌再好听，那不是明天不是在唱吗？你现在感受不到气氛，现在就想听。哎呀，那行吧，那再来一首。你问我爱你哟，我是小丽呀，我咋搞？我一大我3天又不吃饭了，小兔崽子你，你这都是谁干的啊？皮蛋儿，你也不管管他俩啊？看我今天我不揍他！你过去啊！你给我过去啊！过去，让我送他俩。你想？